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。嘉义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分支管网以及用户接管第二、第三标工程目前开工，为了加速用户接管普及率，将延续分支管网以及用户接管第一标工程，采取每两标合并为一标的方式办理发包施工。这次工程工期预计在111年8月6日完工。嘉义市用户接管普及率可望达到5.1%。嘉义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分支管网和用户接管第二标、第三标的工程日前举办工程期核典礼。市长吴明辉、营建署下水道工程处处长陈秀官参与仪式。嘉义市污水下水道系统总共分作三期。总建设经费大约116亿，营建署补助92%，市府自筹8%。三期工程预计民国121年完工，第一期工程经费大约32亿，预计新完成赛区15000户用户接管，届时全市接管率将达到15.28%。接管以后，甲咱兜的洗菜的水、洗米的水、洗衫的水，甚至呢，你的家里的粪水，都可以一并接到这个污水里面。那的这个污水，那未来呢，接到污水以后，那我们一般的雨水下水道，这个水沟是干的，除非下雨，或者一般是干的。当然是干的时候，就不会再有蚊蝇的滋生，更不会有臭味。再接下来，那你那个未来化粪池一定就不需要了，那就要被打掉。被打掉的化粪池，你第一个，你减少再要抽水肥，抽水肥的工作更重要，省钱又卫生又健康。未来在整个建构的地方可能会影响到交通，我们想市民就能够尽量避开交通这些地区。当然，我们工程的品质除了要做好以外，交通的维持更是重要。我们会做好，大家携手合作，早日建构一个真正文明进步的好城市——嘉义市。就在你我努力中，我们可以期望得到的。嘉义市政府工务处指出，透过加速提升嘉义市用户接管普及率，民众生活污水会当透过污水下水道系统来收集，以密闭管线收集到水资源回收中心，经过处理和消毒了后，搁再放流。届时其他污水除了会当妥善管理之外，还当保持着其他周边水沟啊的清洁。最新新闻的凌晨，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。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